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伟哥，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王者荣耀的游戏视频。那今天用的是双定，那这边是由这个五二宅进邀请的，他用的安琪拉，他打了一把匹配赛。双定挺有意思的，就自从大招改了之后就不想用，然后现在再慢慢用一下吧，回味一下，看一下能不能还能找回原来那种感觉，然后我们打两把。反正生病的一技能、二技能还是可以的，就是大招有点。敌军还有5秒到达战场，请做好准备。可以治疗，尽量把他大招给治疗。你看起来怎么动？掉线了吗？我去下路吧。就知道啊，这个貂蝉就喜欢中单，好多人都喜欢中单或者什么一条路单。那我就下路点位的，都有个位置，去哪里？远距离射你怎么样？再打你一下又怎么样？你能打我怎么样？安琪拉过来了，安琪拉开始走了，好像好慢才动是吧？他等了1分钟，差不多1分钟了，这不是会落后吗？一下子下路3个人，没事拆塔就好快一点。啊喂，没定到。就躲在草丛里面就行了。来了，打一下就跑。看生病和安琪拉像不像一对？情人节快到了嘛，是吧？七夕，就算你们在这里了，就跑。他的圈了，他的圈圈了。不过李白跑的倒挺快啊，画个圈圈就没影了。看来我冲到草丛，他们竟然没反应，他们也没反，没想到我直接冲草丛。上路也去打，打团要打得很开心啊。我们先不管他，我直接在这下路拆塔。到现在也没出现一个人，没有，这两个被我们，不是算欺负，被我们调戏吧？我们都远距离的，他追又追不到我们，还是跟我们绕圈圈，打一个李白，又打一个二技能，哎，哎呀，打到圈圈里面去了。要不出圈就安全，一个李白先把你打了没血的时候，哎，就这个大招变了，实在是不爽。那大招还是原来那种，直接想扔哪里扔哪里，看哪里不爽就扔哪里。你想回去也没那么容易。他回去了吗？应该是回去了，回去去拆塔。再打你一下。去躲在草丛里面，看你能打，哎呀，2个。打你，打的就是你李白，先把脆弱的先解决了。
六了一下，变成三个变成，哎，竟然是被我击杀的，我先撤了，一个闪现躲开了大部分大招吧，虽然没全部躲开，而且还有没有大招再虐他两下，跑了，被我们打跑了，还来，不怕死了。直接攻到二路去二塔去，超精彩！那么绝雷霆，那绝雷霆还不怕？真是的，给我炒成那个，来他随时下来。啊，二塔也被我们拆了，你们下来，我猜你们继续在这边浪荡，就是要让他们耗两个过来，李白来了，赶紧跑，哇，三个人追击啊，好狠啊，安琪拉麻烦，安琪拉没有跑得快呀，开炮开炮，这个玩刀用他的中国这个炮飞得四处乱窜，玩刀精一来就要准备随时闪，没打到人，哎，把人都过来了，我们打团跑这边来打团。有什么意思？我们俩只是安安静静的拆塔而已。其他队友还没赶上，来安琪拉也抢着呢。哇，我被冻住了！这有该死的玩刀枪。哎，我换。他这个大招实在麻烦，要调位置，不像以前那样随便捡，手随便乱捡都可以。这个手一慢的话，大招错过最佳的位置就发挥。而且他的以前的大招是可以持续性的，现在的大招没有持续性的，也就那么第一下，人家会减速一下，后面就不会减速。要的就是它减速效果，持续的减速效果，这个比较好。小城里面猥琐，没打到。不过在他的大招里面会持续受到伤害吧，其实没以前那么好用的，救一下。好了，这边有点先把李白解决。但是砸中了一个顶尾，哎，不过进来大刀打小兵不会那个的，
碰到脚边人，大家不会自动放出来。这个光影真讨厌。烂蛋，这李白闪得太快，这以前不像以前一二技能一招和大招可以连续放嘛，就是你手快的话一技能点完马上点大招，这个现在跟完就不行了，没有那么快，放完技能再放大招还是去找个小孩子的工作，还是自己工作，小小小小车子，哎，我那个大刀直接被关羽一下就破了，不间断的换技能，队友没上来呀，先躲草丛里面等待机会吧。我去，好猛的这些。李白，你真好，能逃过我。逃命的技能都运了，就为了这一下他们。真的好努力啊！但他也不高。还打我，别打我，没血。
没有没有了，还有没有了，还有没有了？再不打这主宰就破掉了。不用打我。这主宰专门打我，现在有主宰可以护我，快点，就这样先不回去了。当一个调戏的玩家，但是不过你如果先换大，又乱换方向的话，也就浪费技能。有毒的红我现在血就吸不起来。你们闯，我要后排。专门找的草丛的地方，猥琐花浴。一下子三个人给困在那里。把以前的大刀困得更爽一点。然后这个草丛的位置已经不安全了。打到一个那个谁，拿到金，一下子被我们攻上去，他们也吃不消，飞一个过去，没打起来，大招没打到人啊，生病比较还容易抢助攻的是他大招范围广，只要能打能碰到他的也就算一个助攻啊。王昭君呢？是我当的王昭君。哎，王昭君，你先上大招，先把他砸晕了再说。你喜欢死了三个是吧？开个登陆场。反正就是有招就用，别舍不得用。关键是后面没有蓝了，我操，没有打个蓝 buff 来。打个蓝 buff 的话，你这个技能就可以一直烂，一直用，一直用。那他们都没办法，没办法那个按消停对吧？因为我的大招会一直让他们那个减速。然后就有点卡了。撤吧，撤吧。要不要撤离？安全。还没多少人了。哎，蓝 buff 呢？被赵云击杀了对吧？哎，打个蓝 buff 啊，这样我打起来才爽。好的就是你，看谁抢了谁撞谁的。这个我很不能记得。哎呀！真是没本事。超神了，
开始撤退。想起一个和那个蓝大虎的时候，关羽来接我们，嗯，因为安琪拉麻烦，安琪拉被冻住，没办法救。复活了，飞在哪里？这东西只要是快冻成冰了。死一个，肯定有人专门锁定我。咦，怎么还在复活了？就靠他，哎呀，没想到被一个这个小子被王昭君盯住的麻烦，差点就把关羽击杀了，但是击不到他。大刀没那一天好，呦，好怕啊！反正有地方就扔。集合在一起的话就好打。哇，这个兵器，我听得太甜了。这就这么被终结。哇，孙悟空四杀死完了。受攻最多，一个拳头。